摘的小番茄开叶，有熟的没有摘，就一起分享。两口。妈妈，她是熟了没有呀？熟了。有熟的没有？有。有啊。哎，当然熟了。这个酸溜溜的，好吃这个。那水果番茄，那个味道蛮好。哦，那边好多颗呀。他晚上继续去看，你看哇！啊，这些全那么又红又大呀！妈呀，又红又大！哟，真的！我都不会跑到山里了。这看你的大番茄熟没有？妈妈，我过不去呀，他挡着我。挂就过去了呀。怎么会过不去？走。这个有个红的呀，还没有个红。妈妈，拿回去干净，好吃。来，哎呀，这些啥就烂了哟。妈妈，不是稻草人看着的吗？有个小的，有个小的，走，走这边。拿这个爷爷回去打汤。好吃的很，这个是看啥子爷爷，香豆爷爷，大姐汤好吃，清甜清甜的。妈妈，好多呀。都是。每一年都弄一点这个回去，好大的包，如果要跑完，我不知道跑。妈妈，我想要这个。给你娘吗？给。哇，怎么这么大呢？哇，这怎么那么小？走。我们的房子现在开始贴瓷砖了，那个外边的贴一样的瓷砖，很快就要完工了。走。老公，你小点。这个来烧，把你的西红柿啊，拿点哈，哎呀，哎，好好，你把这个爷爷弄了。妈妈，好了。